你这么低调，竟然是这里的首富，好，我就破例一次。我倒想看一下是什么鬼。！救命啊！阿来，阿来，难道说这鬼怕红色？凡人，你没事吧？阿明，你终于清醒了，他还有心啊！报告，臭鬼子！找啊！传的跟万圣节似的，跟谁混的？